复增，这个复增是个人名字啊，古大德一个名字。见现实古豁然开悟，啊，这是宗门里面记载的事情，都是真的。又有人不知道啊，先生母啊，以为妻的事情啊，这年轻的夫妇结婚了啊，那他这个太太呢？前世是他的母亲啊，母亲有亲情，母亲爱儿子，儿子也爱母亲，母亲过世又投胎到人道啊，再嫁给他做他的妻子，这个事情常有啊。子女到你家里来，佛说得很清楚，四种缘，没有这四种缘他不来的，跟你没有缘。四种缘，第一个是报恩的，第二个是报怨，第三个是讨债，第四个是还债啊，不是这些关系不会成为一家人啊。你要知道事实真相，你会感到非常恐怖哦。啊，学佛之后明白了，怎么办呢？把家亲眷属转变成法眷属。啊，我们一起学佛，一起脱离六道轮回，往生极乐世界。啊，这就完全正确了。我们接下去看，不知先是愿呢，养为子。这是什么？你养了儿子了。儿子是什么人呢？前世的冤亲债主，他来了。啊，投胎到你家来了，他来讨债的，他来索命的。过去你杀他，今天他要杀你，你没办法预防，他变成你儿子了。啊，那我们有没有这个情形？要细心去观察。学佛的人心比较细，能看得出来，虽然不能完全清楚，大概能看得出来。啊，所以一家人要和睦相处，一定要叫孝。孝悌忠信，礼义廉耻，仁爱和平。啊，用这十二个字教儿女，啊，教家人，就能把一家人过去的这些恩怨化解。啊，这一生呢，做法眷属，啊，都是同学，学习古圣先贤。啊，家庭里面可以上课啊。白天有工作，晚上没有工作的时候，不必用电视做消遣的。把看电视的这个时间抽出来，读书、讲学，
啊，如果说读印光大师文钞很好啊，一篇一篇的不长，重点揭露下来讲一讲，全家人听，邻居也都可以来听，亲戚朋友也可以来听，家庭就是道场。啊，读书识字的人，鼓励他们学习，讲《弟子规》，讲《感应篇》，讲这些伦理道德的故事，全家人受用。啊，这才是个标准佛教家庭，啊，传统文化的家庭。下面说不知先生父亦为美食。啊，这是什么？你杀的这些动物，啊，杀的鸡，杀的鸭，不知道啊，这是先是父亲投胎来的，你杀他，把他吃掉了，这个都是没有续命通啊，有续命通你就见到了，说解迷。宿命四啊，过去全都记不得了，都忘掉了。着今世事啊，只执着现前，不知道过去。或闻本源呢，皆生厌心者也。啊，如果遇到一个阿罗汉，遇到一个有神通的人，告诉你这一家，你们这些人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的关系，真的就觉得很恶心了。